我今天是不是要唱一些可爱的歌啊？今天是不是很甜？是不是很甜？谢痞子，小飞机，那我唱个大叔不要跑吧，好不好？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的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。救命啊！别折磨我啦！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，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大叔？叔高举高跟鞋合唱，说等到神灯出现就许下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升职加加薪。 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，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拜托，我不要火箭和飞机。姐姐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什么？荧光棒？大叔啊，舅舅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。笑啦，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没有，因为我正好看到那个纪维虾，然后还有小伙伴们给我送的火箭和飞机嘛，我正好就来了一段。即兴说唱，即兴 rap， 哈哈，想要骗一下你们的荧光棒了？什么鬼？我要荧光棒，我桌里有荧光棒的嘛。